不要拉裤子，拉松。膝盖很容易贴着。准备拍照。妈咪。但是我想说就是快到，然后我他先上传先去，可是我们换一个不要坐在上面谈天，然后你可能就是比较细一点。好，来下一套哦。另外一步往前往后，另外，比如说你，就是，好，你作为动作不要到往前一步，往后一步，左边，对，就是那是脚滑动，然后你就给它做一个动作，你后面就不会停。好，来，这样，
子君，人家有没有穿裤子？你确定吗？那个谁？没关系啊，反正女生的 pose 她也没办法学啊。你两只都插口袋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不要真的压裤子，手放在那里，往这边站一点点，对对对，好，数到用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么好，很轻，很好用，笑容，再次，很不错，好，侧面一点，但是这台不行，哎。哎，阿平，看我边。抓你的手指。好，停。哦，哎，我看这边，我们要不拍，你动作比较多。好，你继续吧。你继续，继续玩。你现在这整个人转过去，数到三转过来看镜头，整个人转过去，整个人转过去，对，数到三转过来看镜头，整个人转过来。数到三，整个人转过来，一二三，转过来笑。导演，我的床呢？好，好的，来了。开始拍照片了。对。妮妮，我让他先把这件套上去，因为。如果刚是头侧的，然后往后仰一点，对，波比你不要过去哦，波比。好赖哦。你要不要拍一个从后面转过来的？你好像都没有拍从后面转过来的。左边的那个可以来拉。妈妈，为什么你都不能摆跟这个杰伊一样的 pose？ 你不要为难妈妈了。我的肚子就已经卡住了，我怎么摆？那我觉得你连牛仔外套都穿不下。我就太侧了，再侧回来一点点，转回来一点点就好。对对对。你这样子那个还是不，就是你不要只露一个，对对对，稍微拉起来，对对对对对。相间就好了。我是说，美如说，他为什么不能跟他摆一样姿势？而且我也不想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他吗？好，等我一下。不认识。耶，收工了。收工，收工。小刚，小刚。那我们一个是大班的，一个肯定是很好的人。来看镜头。收工，收工。先比个耶。等下看都要看这边，看这边哦。哦，好。可不赖哦。你要不要拍一个从后面转过来的？